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原音重现不插电音乐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白色。你不是白色，那我是黄色。你也不是黄色，是的。好了，我是一个跟黄色有一点相关的东西，它有点黄黄的，有点呆呆的，哦，就是海绵宝宝。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叫维尼，我是人智。好，那希望接下来我们的音乐会能用最简单、最朴实的音乐来净化你们这个充满繁忙课业压力的期末生活。好，那在我们今天表演开始之前，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有到现场的老师，我们欢迎王江顺老师。好，我们欢迎李南楚李老师。好，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南台乌克丽丽社，还有我们南新民谣吉他社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演出伙伴。那你知道这两个社团有什么共同点吗？我只知道他们都是拨弦乐器而已。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拨弦乐器吗？你喜欢拨弦乐器，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拨动你的心弦。我们欢迎今天第一组表演乌克丽丽社带来的表演，欢迎。大家好，我们是乌克丽丽社，我们第一首要表演的歌曲是《最美情侣》。太多
的情侣。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第二首歌是最近还蛮红的《体面》。
下来我们要领唱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谢谢乌克丽社带来两首浪漫又可爱的情歌，接下来他们要拿出他们的秘密武器了。那你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知道就不叫秘密武器了。也是有道理啦。那你知道为什么乌克丽丽是最浪漫的乐器吗？不知道哎，为什么？你试着把乌克丽丽念很快。乌克丽丽，乌克丽丽，乌克丽丽，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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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器，不是灭火器，那是，只有我可以，我也可以，我不行。好，那接下来，谢谢谢谢，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吗？其实我现在是看不见你们啊，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好不好？给我一点回应，给我一点笑声，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欢迎我们乌克丽丽社带来第三首，欢迎。我们要带来第三首歌曲是《小情歌》，谢谢。就算大雨仍然着城市的
谢谢。好，再一次掌声感谢乌克丽丽社带来三首情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来自南西民谣吉他社的随便来一下。好，那一样的问题，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把吉他念快一点？好，那吉他夹娃娃，不是夹娃娃，那是只有夹，我想有个夹，我可以。我们直接欢迎南西民谣吉他社，随便来一下。嘿嘿，大家好，我们是南西民谣吉他社的第一组，我们是随便来一下。是我们的鼓手凯玉，我的鼓手，他是我们的吉他手，他是果酱。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宋念宇的《不好过》。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这些呀，我的爱才是爱呀，你的爱是什么呀，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说才比较好过，我才比较好过。第一首歌，那这第一首歌呢是小雨呢，他当时候那个小灯泡的事件，然后他写的这首歌，啊，就是觉得这首歌很有意义，所以想要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就直接带来第二首歌，是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唱，谢。别说没爱过，送给你们，谢谢。
曾恋爱过，别说没有错，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美酒。谢谢我们南新民谣吉他社随便来一下带来的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欢迎，也是同样的。等，在下一团开来之前，我有个问题想先问你一下。说，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表演是不插电、啊？有什么原因吗？这原因啊，这原因是有故事的、啊。我就慢慢说。好。小时候呢，我也是学过吉他的。你那时候是学、学电吉他？好，觉得很帅。可以上台秀一波，好像没有，因为没有长得很帅，所以没有秀一波。好，那不重要，反正就是我学了电吉他。有一天我跟我同学出去玩，我们就背着吉他嘛，然后就骑着车出去，结果就被警察拦下来了。他觉得我们无照驾驶，然后他就觉得想要先亲切一下嘛，台湾的人最热情。哎呦，笑脸哎，啊你背上那个是什么啊？啊，我同学就电吉他啊，啊我就被电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弹电吉他了。你这个故事是真实故事，还是你今天下午的时候从网络笑话抄来的？你这样真的很没礼貌啊，怎么可以拿人家的过去开玩笑？这当然是看来的啊。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直接欢迎下一团南新民谣吉他社。小虎队带来的表演吧，欢迎。喂，大家好，我们是小虎队。然后我们之所以叫小虎队，是因为那个平常陪我们练歌的人，就是人称南台黄小虎的林廷慧。
有点掌声。然后我是主唱音域，然后这是我吉他手黄迪跟我的鼓手伟勋。我们今天要带来的一首歌是《心醉心碎》。是卢广仲的《我爱你》。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晴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照，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啊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春天的地老面，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第三首歌是，一样是维里安的《女孩》。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
谢。谢谢我们南新民谣吉他社小虎队带来的表演。很快的节目了，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在最后一团来之前，我们先道歉一下，前面讲了很多不好笑的笑话啊、大家有捧场，那真是非常感谢。那接下来我们要认真的来介绍一下最后一团了。对，那今天的最后一团，他们的名字叫做胖胖团，他们的来头可不小哦。怎么说？他们是由两位社长领军的哦。看看他们的歌单，每一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难唱中的难唱。而且呢，他们又有两个主唱，所以在合音的部分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精彩。对，我觉得我们就是讲了整场的笑话啦，啊，突然这么震惊，我不太习惯。你要不要还是讲一个笑话好了？你还是讲一个笑话吧。好，你还有笑话？那我们来讲个笑话。哎，今天呢，假如我是一只白猫，嘿，喵。啊，你是一只黑猫？嘿，嘿，对，今天呢，我掉到水里了，然后你来把我救起来，那我应该要跟你说什么？谢谢。喵。好好，我觉得这是你今天算最好笑的笑话了。谢谢，谢谢大家捧场。好，那我们还是震惊一下吧。我们今天就欢迎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团体，他们也是南新民谣吉他社。他们的团名叫什么？胖胖团。欢迎他们。大家好，我们是胖胖团。好，我来自南新民谣吉他社。好，我们第一首呢要带来的是戴佩妮的《怎样》，是一个双人合唱版本，而且是男生的版本。要不要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吗？我就从左边介绍到右边 ，OK 吗？好，接下来是我们左边，这是我们现任吉他社社长，那个吉他手 Hank。好，然后。接下来到我是主唱俊佑，然后那边是，我也是主唱玉明。好，再来最右边的那个是我们南台吴康仁，对，金马影帝没有拍手，有没有看到那个脸？有上过 D 卡的。好，这是我们鼓手，他瑞宇。接下来我们第一首要带来戴佩妮的《怎样》。Bye.
蛮久的歌，然后会选这首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这首好像没有什么人听过，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尝试一下，或者是会喜欢这首歌。谢谢。因为我们感染到这首歌。对对。对你忽略
谢谢，来自杨培安的人耳光。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来到最后一首。最后一首呢，是一首蛮老的歌，对，比人耳光还要老。是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会唱的，我希望能跟着我们一起唱。好，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如果还有明天》。好像是我的错哎，啊，再一次。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谢谢我们
我们今天的所有表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到场支持我们的老师，还有所有的观众。那也谢谢今天就是在这边辛苦工作一整天的工作人员。